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各位示范的是万物之念大蛇哦，一部短短的影片告诉你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练大蛇哦。注意看哦，我消水火木光暗，看好左边啊，喵喵，应该有天分的应该看得懂啊。今天示范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民百姓。